老表超奸小三许逸妮欢迎被闹。一出老表，造就四个受欢迎，佢就俾人闹爆啦。其实同呢一个角色，即真人啦，系相反。即希望自己观众会接受我做奸角嘅一面。即系有啲人系可能太入戏啦，啲观众即系会话你啊，真系一个第三者，即系讲到好似我真系抢咗阿 K 个老公咁样。但你都入晒戏 ，Monica 跌上身喎。阿嫂，我哋好乖乖噶，阿嫂息怒啊！嗰场戏我记得我系 NG 咗几次，因为初咧我系唔敢闹啊修哥同罗兰嘅。即系又话你谂下自己死老豆死老母，即系呢啲咁嘅词语嘅，都好激动。如果你唔咁样做唔到嗰种好凶狠嗰种感觉，虽然气氛得五六集，但呢位2011港姐季军就话好同唔好都会接受，先有改善噶嘛。